在阶段当中，拢讲起啊啦吼，我私下里个拢去讲啦吼，啊，迄、那个这是咱单一个主题啦吼，咱单一主题。因此，咱第二阶段嘞吼，拄只三位甲只拢意犹未尽哦，因为受着时间的限制啦吼。啊，所以即摆咱下一部分啦，咱可以持续个吼，三个甲只个持续个继续发挥安尼吼。啊，特别吼，除了这个部分以外，咱希望请三位专家吼，就这个淡水边的案件、淡水边事件，以政治上，也是讲就司法上有相关的启示，这个部分咱来强调一下嘞吼。好，咱我继续请迄个蔡经贵教授开始。啊，多谢主席吼，真欢喜咱的这乡亲时代甲好朋友搁留伫遮吼，继续大家来交换一寡意见。我想今日这个主题吼，简单讲啦吼，我先结论讲，我嘛以做一个台湾人的角度来看，台湾的司法已经死啊，这是足之明确的啦吼。啊，做一个。算讲这个案件审判，那照美国的制度，伊也有陪审的制度啦。啊，大概像咱像我今日角色，大概是做一个陪审的这陪审员的角色。我认为阿边啊是无罪啦，是无罪。所有即卖证据嘛，拢无具体，拢嘛是媒体咧讲的啦。啊，所以我认为阿边啊是无罪，应该随该放出来。吼、哦，啊，程序要进行，会使继续进行。我感觉安尼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啦。甲关于内底，这拢是在糟蹋台湾人。啊，大家要了解，这个阿扁这个案，其实是一个，头我嘛有咱的先拜讲过，这是一个政治案件。这是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联手，要来压制台湾人的。一个手段啦，用这个要来压制台湾人。啊，大家可能会感觉真奇怪，讲明明马英九七百几万票，总统为做，谁那伊较会无爱乖乖啊做？谁那伊较会献紧？大家感觉足紧无？安国五年的五月二十到降息，差不多就要甲台湾当啊捧伊互人就对啦。谁那伊较会安尼？大家爱了解。这是咱台湾人，伊知影啦吼，伊知影台湾人早晚会甲兵败，所以伊会紧张，伊一直伊甲胡锦涛因这边，这啊，就是咧啊，希望讲伫马英九第一任内底，就会当完成这工作，啊，所以我是感觉伊现在个要。王献金的理由，伊知影咱台湾人无可能永远予伊压制掉的。吼、哦，咱即摆台湾人知影家己是台湾人的即个比例已经到六七十趴，只不过大家还搁伫遐丢赌啦，还搁伫遐等。啊，拄好就是这位大哥甲讲吼，伫遐坐车三米四啦，啊，因为真侪行动吼，实在是拢临时的啦。像阮伫遐咧甲警察咧捉迷藏的时候。我头前吼有一个刘大哥，伊男主是男人家男仔囝出世的，伊的名叫做刘兰祖吼。啊，伊拢会回头，伊骑一个三轮车拢会回头甲我问啦。啊，头前是要直行还是要弯啦？啊，我讲啊，我较会知，我嘛唔知影看警察是规日对这边来，对不对啦？吼，啊，唔来到遐看，来到迄个路口看，唔得知吼。啊，所以就讲，你看迄个代志咧演变吼，实在是拢临时，但是吼我。即马利用这个机会，要甲大家报告。阿扁个计没有无罪吼，咱来甲解救出来啦。啊，真济吼，真济咱个乡亲哦，拢甲我念啦。啊，你当个济是要怎救啦？吼、啊，你是当时要甲救出来？我讲吼、哦，你嘛爱有耐心。啊，恁个人很少，对不对？啊，力量很细，敢是真正像蔡启旺讲个，讲要弄土城个迄个壁，对不对？咱来弄饼，连你着，咱家己着，啊，家己着，着出粉身碎骨啊嘞，对无？
我讲嘛是爱一步一步来，所以六月十二吼，六月十二阿扁也要搁开庭啦，阿扁也按要搁开庭。啊，阮后尾拜十六，十六啦，十六啦，是嘞，六月十六拜五拜二啦，吼、哦、拜二伊要搁开庭。啊，迄一天吼嘛是立法院即个会议上尾个一天，啊嘛有可能拜即个集会游行法，啊、哦、啊，所以咱有即摆有联络。所以咱南部乡亲是大，你若有要想要来，拜二会使来啦吼。啊来，爱准备留较久的啦，因为即天哦，活动计划了真长啦吼。咱会先去地方法院啊，甲包围一下吼。啊，总是爱表示咱互阿扁会当知影讲，咱真侪台湾人乡亲是大，了解即个案的重要性。要来甲赞声，爱甲鼓励啦！因为关林内底吼，真正比伫关林遐坐较三米四啦，啊，所以伊阮足惊伊士气会低，心情不足，啊，身健康受着影响。所以我想人若愈侪，咱的声愈大，咱还无要去甲迄只车吼，讲来抢走的啦，抢走嘛，毋知要塞一堆，连你嘛抓着，对不对吼？所以咱是无要甲抢车啦。但是咱爱出声，互阿扁也知影讲，咱足济人徛伫伊边啊，咧甲支持。所以我毋盲讲，咱乡亲时段啊，时间上会拄好啊，做伙来啊，阮有联络啊，新竹、台中吼啊、龙潭、较北部遮个啊支持者啊，大家拢要来地方法院遐了吼啊，了，阮会等于包围立法院啦。即摆，阮着逐项拢管着着啦，哈，司法嘛管，啊，立法嘛管，哈，啊，啊，立法伊过讲哦，未通过一回游行法，啊，啊，先在休困一下，啊，然后吼，暗头啊，要来包电台啦，啊，电视台，啊，拢要来包啦，就是拢用行动来包，伊安尼媒体吼，媒体。啊，那边啊，当选连八档，对不对啊？敢连八档啊，连到即马，迄官啊嘛还搁咧连。啊，高捷，即马判无罪，啊，到底是连的人爱负责无？爱甲处罚一下无？啊，所以，迄人就是讲哦，眉头啊吼，爱过来电视台，电视讲咱的愤怒啦，安尼敢有理？对无？所以欢迎啦吼，欢迎大家来。啊、哦！啊，当然人少就做较无代志啦，人侪就较有做较有代志。讲一个讲咧变高人就讲欠鸡卵啊，对不对？谢志伟，啊，咱敢练几档诶？啊，恁台湾人真正真古话，拢也毋捌出声过，拢单纯伫遐踢电视，踢恁家己诶电视啦，讲家己诶电视啦，嘛毋敢公开街路甲呛声。啊，即边吼，我较空，我来抓啦，啊，我来抓。啊，反正吼，啊，但是吼，要来吼，爱听我的指挥啦，就是袂使甲警察冲，警察毋是咱要甲冲的对象。但是吼，我希望讲迄一天吼，伊要接伊的节目，要互伊开天窗啦。除非吼，伊透早就入去内底避的，啊无就要互开天窗。啊，我就是要甲围的，无爱放入去啦。啊，安尼就袂入去啊，秋雨敢会当佫入去？甲围的外口啊，咱也免甲秋雨拍啦。嘛，免甲笑伊见见，就七暗同啊，互笑里头家一人同啊讲啊，我就讲对一台出来啊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是感觉这个抗战吼，咱要解救阿扁啊，就是爱有行动，要推翻中华民国嘛是爱有行动啦。咱台湾人知影是非，但是都无行动啦。哦，啊，咱是有迄个反抗的精神。啊，但是就是讲丢毒啦，啊，等来等去啦，啊，敢若想要讲咱会当食百二回共款啦，所以我是感觉讲吼，咱优先的性命吼，爱做上好的运用啦，啊，你也无做，有一天咱的性命结束了，你有可能会后悔讲吼，迄阵我来参加，无得个就会成功啦，啊，因为等来等去吼，力量拢袂集中啦，所以。真真侪机会，其实拢无法度产生。啊，其实头我朱立西老师咧讲哦，讲韩国百几个教授吼，去连署啦，千几个，啊，尾也千几个啦，
啊，我甲你讲，要推翻中华民国，毋是很困难啦。阮十九月啊，咱社长哦，讲叫阮着搁按南部搁行去台北搁行一撮哈，啊招较侪人个啦。啊，拄好有一个大姐啊，伫外口讲伊也要参加，啊，正欢迎啦吼，正欢迎。迄年有国美国、日本国会倒来了，咱较搁来行一撮。啊，即边行吼，要行倒来中山南路啦，台北中山南路，先咱开始来行来中山南路呢。中山南路管制总统府，管制教育部，管制立法院，管制监察院，管制行政院啦。所有政府重要机关拢伫中山南路边啊啦。咱若中山南路吼，就有一天两三万人吼，中华民国政府就袂胖啊，对无？啊，咱若有法度坐七天，中华民国有可能就倒台啊。啊，我拢甲阮遐同事吼，甲阮遐台湾教协会会员，甲伊鼓励啦，啊嘛淡薄仔甲呛声啦。我就讲吼，咱若有法度招一百个教授吼。得啥物退休金啦、啊，啥物头路拢莫插伊啦，啊，着无国家要搁踮仔算退休金，要搁算头路，一百个，甲伊拼着对啊啦。教授嘛来刷一个流氓教授一个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着咱着要甲你锐死啊！啊，你搁伫遐咧做啥物研究？即摆上重要研究是啥物研究？即摆上重要研究就是研究变啊解救家己个国家，研究安怎？建立家己的国家啦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讲起来吼，嘛免足济人啦。得一摆教授教我共款哦，同我踮遐甲坐，坐久伊就倒台啦，对无？敢无可能？到一摆教授踮遐坐，你敢会同我直接听人伫讲伫参加座谈会？你嘛是撞伊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哦，知识分子嘛是爱加减哦。承担较侪责任啦，你着爱带动即个社会反抗的精神。啊，做教授人，逐个拢伫遐算退休金，伫遐算头路。啊，咱的民众当然，啊，你也要算，我嘛是爱趁三顿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大家袂使算遐啦。啊，我是看较开啊，我是感觉讲话，啊，我着较会使啦，吼。啊，当然为人家庭条件、囡仔细汉，即我无通勉强啦。但是我相信台湾的社会内底应该有栽培吼，像我这种背景的至少有一百个以上啦，对吧？就是讲哦，岁数他五六十岁，囡仔也家己会当独立啊，对不对？安尼就参参啊替咱的母亲台湾拼一度啊，对吧？你若有这个气魄，台湾就成功啊啦，独立建国就成功啊。对哇，啊，等下算来算去啊，毋知要算啥啦吼。啊，所以我最近吼，我那有甲一个加拿大的牧师吼，啊，伊最近来台湾访问，啊，伊伫研究马街啦，啊，较早迄个啊长老教会一个马街牧师来台湾吼，啊，伊这是吼，加拿大的人，啊，完全认同台湾。啊，这个牧师吼来台湾，最近来台湾，这个牧师是加拿大人啦。啊伊哦，替马街写一本迄个小小的宣传手册啊，小册子。啊伊写讲哦，Canadian Hero in Taiwan 啦，就是讲哦，一个在台湾的加拿大英雄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哦，拿咱的立场来看，是一个按加拿大来的台湾英雄啦。迄加拿迄个马街是到尾也带咱台湾人呢。伊个迄个遗书是写讲哦，台湾就是一生认同的所在，无讲伊是白人呢，啊、哦，所以我是感觉这种的精神，就是咱台湾人爱发扬的啦，爱来认同，爱来实践的。所以我是感觉讲哦，真侪人伊讲的咧，就是讲伊就按马街甲郭冠英咧比啦，啊，这实在吼，差差比差差啦。啊，讲安尼听有啦，我讲出来就较粗鲁啦。啊，捧个美国人有些讲捧个比金少啦。啊，那咱台湾人讲就是讲叉叉比叉叉安尼啦。啊，啊，伊这马街讲一句话吼，就是讲我甲头过遐做一个整理。伊讲哦 ，rather burn out than rust out 啊，英语的意思就是讲哦，
宁愿吼烧掉牺牲烧掉吼，嘛唔通点点伫遐坐坐，甲神仙同啊呼气啦，安尼意思啦，而且英语是较简洁吼，啊台湾话意思就是讲吼，你就是爱拍拼，拍拼甲牺牲性命，嘛比你伫遐坐坐甲国家忘记较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这吼，其实实在是，我是较爱呼吁知识分子啦，一个国家的兴旺，知识分子爱承担较大的责任，因为伊受教育，知影代志，啊，伊阁无行动，我是感觉，像我的心情，我就是感觉讲哦，我就伫学了出世，啊，从细汉阿舅疼痛，啊，会当互我有机会读册，啊，规路安尼来，我安尼回想，这是拢社会啊。甲咱疼痛，互咱有机会，有今仔日会当啊，伫台湾大学教册，啊，这种的感受应该会当互较侪人，佮较了解，啊，所以应该知识分子爱徛伫第一线，袂使知识分子哦，拢免叫民众徛第一线，对哇？啊，所以我即马伫遐咧推动恢复咧抗争，嘛是讲我做头前啦，做头前啊，所以警察要创啥，我拢甲警察呛声啦，就是你也要抓。就是先抓我，你若抓我，民众就回去了，啊，我给你抓，没问题，啊，随时都给你抓就对了，啊，多谢。咱台湾现在真正需要行动派的人，吼，台北的行动派蔡教授领导啦，吼，啊，高雄咱也有行动派，吼，高雄的十字路口的镇长，吼，啊，拢是用行动，啊，无，不是嘴炮的啦。人咧讲讲嘴炮煮的，嘴炮的吼，唔是吼，唔咧喷嘴烂的啦。啊，六月十六就是啊，一场那精彩哦，我听听咧，敢那足精彩，无来台北甲你采访较会使。恁这个行动哈，尤其要包围吼，某某台吼，啊 ，T 台电视拢咧讲 T 台 T 叉叉吼，啊，这是行动哦，真精彩哦，应该来参加咧吼，真正讲的，若真正有一百个教授，亲像迄当时啊咧，要求废除刑法一百条，迄个行动迄种哦，哈，迄教授出来都啊，刑法一百条都废掉啊，废掉啊，民众都对咧边徛出来啊，吼，啊，但是吼，真正讲的，最近即几冬的，行动敢若较无吼。不但民进党无甚物行动吼，啊，即知识分子嘛无甚物行动嘞吼，好。